狗仔和猫仔会发梦吗？目前的科学研究显示，狗和猫都可能会发梦，但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一些争议，因为我们没办法直接问动物它们有没有梦境。梦境是指在睡眠过程中产生的视觉和感官体验。一些研究表明，狗和猫在睡眠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类似于人类的快速眼动 REM 睡眠阶段，这个是梦境最常见的阶段。在 REM 睡眠里面，人类会经历视觉和感官体验，并且通常在醒翻之后能够记得这些梦境。有些研究观察到，狗和猫的睡眠模式中都存在 REM 睡眠阶段，那可能表明它们都会发梦。然而要确定动物是否真的有梦境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，我们没办法直接问动物它们的梦境内容，也都没办法确定它们是否有类似于人类梦境的体验。科学家主要依靠观察动物在睡眠中的眼球运动、脑电图和行为特征来推断它们是否有梦境。总括来说，目前的科学研究支持狗和猫可能会发梦，但是具体的梦境内容和他们的体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定。如果你都喜欢这段片的话，记得 like, share 和 subscribe 啦，还可以留 comment 给我们，记得按下个钟仔。